道是韩国金鸡豆腐，来介绍一下用什么材料？豆腐一片，一片来一片金鸡，还有这个杏鲍菇，杏鲍菇一点肉啊，一点肉。肉呢，你先放一点白糖，放一点这个汤匙，小汤匙一点点就好了哈，因为做它的味道一点哈。然后加轻一点啊，加轻一点点，因为这个我没有放很多肉哈，放一点点 ，OK。然后呢，你压它。放一点加工粉呢，放一点加工粉，加工粉，嗯，所以它会老呢，滑滑，这样，豆腐来煮吗？有蒸，蒸了啦，蒸了这样，水开了，然后豆腐拿去蒸哦，放进去蒸。蒸一下你吃啊？我吃，不可以。它是营养的啦。这个先炒先了，因为这个泡菜了。OK， 那就什么？等一下。OK。这个可以。炒菇啊。菇先炒一下，因为那个泡菜是熟的了。熟的啦，只是给它捞。泡菜是熟的了。我要喝金鸡炒菇了。哎，不要炒没。等一下，我给你试试，再不要炒，等妈妈炒好。你会煮吗？改天就会煮了。妈妈没有教你。去我的微信看全部在里面。看金鸡。金鸡放过去炒了。这是做的韩国泡菜。给你练大了，自己学煮哈。follow 妈妈这个。哇。这个豆腐好了，蒸豆腐好了，可以的哈。OK， 我要尝试去用那个豆腐。放出来这个碗了啊。天热了，又下金鸡了。又有金鸡好吃的。金鸡豆腐。放一点黑芝麻，哇，金鸡豆腐哦 ，OK， 好了，就可以了。糖弄一下。弄一下。OK， 好了。来 ，try 一下。金鸡豆腐，谢谢。Come and try. Come and try. I don't want. 金鸡豆腐，金鸡豆腐。Try. 金鸡豆腐啊，一只豆腐。OK， 你还准备啥来着？这个是巴色的新产品啊。对呀。我 try 一下看看。哇 ，Aaron 的。Very nice. Nice. 有没啥？有一百。大户，One go. So nice. Put my, put like that. Yes.
味道糊，味道糊。Kimchi tofu. Let Ahmed try. Let. Nice. Tofu with kimchi. Very nice. Tofu with the sauce.